它上面有一个像假腰封的感觉，很像你系了皮带或是腰封，其实去做一个身材的调整，会让大家就是变得比较高挑一些些。它有分尺寸，它的尺寸非常非常标准，所以请大家不要买大买小，就买自己的 SML 就可以了。它没有弹性，但是呢它有分尺寸，而且它是宽裤，非常非常舒服。在料子上呢，既然做了宽裤，不用担心它绝对是顺身显瘦的。然后侧面整个都是顺摆的修身的。那这边我帮大家做一个假的口袋，就是也是造型用给大家的，屁股就是看起来不会那么扁，然后那么的无聊。是161，我下楼梯穿平底鞋的话刚好到底。我们现在穿的是球鞋，为什么宽裤还是可以看起来腿长长瘦瘦的感觉？这就是我们选用的材质跟长度的部分。我们两个都是穿 S 的，腰头都还有空间，但是不要买大买小，因为宽裤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方便，然后夏天不要穿那么紧，所以都是 OK 的，都是 OK 的，正常尺寸。